开的声音比较小，演员还在睡觉，后期帮我把声音配大一点。是寂寞里有一点孤寂，让魂魄在寂静游离，把要念成你，把温柔占据，把你的好全部都舍弃。你吃米饭吗？来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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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一个。百岁，百岁，百岁。哎，今天看导演组真的又给了我们昨天说的这些食材那些东西，面条软点都在冰箱里面，我刚才看了，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肉末那些都加过来，真的是非常好弄。那你今天晚上你的那个，哎，百岁，五百岁了你。你先做一个，写上。其实他的大家也可以，就是给大家做游戏，但是我觉得加入我今天那个菜应该还好啊。嗯，像厂里的回锅肉，可以可以，我做一个嘛。其实我很少做菜，那想做一个给兄弟。做一个嘛，做想做你就做一个。嗯，我想做。嗯。自己来，自己洗吗？自己洗。哎。我来写，我来写。OK。按照四舍五入，咱们仨都四十了。四舍五入那个五算是往上入吗？是的，对对对。哦。我还没有，我还有几个月的时间。哦，不对，五入了。对呀、啊。五已经入了。就是这个一字。我已经入了。那亮哥状态确实是。是啊。亮哥现在就是三十多岁的感觉。哎，对啊。我要能有这个状态，真的开玩笑。你有，你可以的。你练起来，锻炼一下。对对，锻炼肯定得捡起来的。真的，话说亮哥当时比赛三十多的时候，是看起来真像五十多。真比没有现在状态好。现在奔五了，但是像三十多。你看看，没有啊。其实最主要是跟朋友在一起松弛。啊，对，来了，嗯。说完了，8万给我。哦呦，谢谢亮哥，哇，给我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真的是，就让哥哥让前辈给我们在这儿，意思呢？哎，赶紧进来洗了，明天就不洗了。这菜就不对嘛，都还没吃完呢。好的。还剩的多，完全可以再吃的。这个留一个，这两个可以炒一起。Perfect。来吧，李小龙。来了。